预备，好，开始。呜，打死屁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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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，打死屁屁。还没吗？这是吴大师 BB， 他姓吴的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 BB 哎。哦。他姓吴叫大师。啊，吴大师。太太叫 BB 哎，吴大师 BB。夫妻，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，就叫做吴大师 BB。吴大师 BB。一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。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对。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对对对，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对，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五大师 BB， 一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。住在什么乡、什么村、什么部落？花莲县秀林乡和平村河中部落。河中部落这个话怎么讲？五谷子。五谷子。五滚。那五滚的意思是什么？五滚的意思是嘴巴烂。五滚的意思是嘴巴烂。五滚的意思是嘴巴烂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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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嘴巴烂。真的吗？他变了，叫你当妈妈。五大师比比，一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。还要强光哦！来问一下哦，你看镜头，不要看灯哦。可不可以问一下你那个国语名字叫什么？国语名字啊？可以。我姓杨啊。杨。贤明。贤人的贤人。对，贤是。明天的明。杨贤明哈、可以问几岁吗？43了。43，60年次的吗？对。那哪一组？泰鲁格族。爸爸妈妈都是德鲁古吗？对。那有没有德鲁古的名字？我没有。啊、哦，没有。他没有取，我都是叫贤明啊。哦。那妈妈老家也是和平吗？妈妈老家是泰鲁格。富士那边、可乐吗？还是上面富士？上富士。上富士。那你？现在住在什么乡什么村？啊？现在住在什么乡什么村？秀林乡和平村啊。哪一个部落？河中部落。河中部落德鲁话怎么讲？五滚。五滚。那五滚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五滚，我不知道。我从小就是知道的。我有叫做五谷子嘛。好。那我来问，请教点母语哈。我先问单字哈，简单的哈。那个妈妈怎么讲？母母。爸爸。爸爸。男生，知道吗？女生，都有。小孩子，大人，老人，龙灯。那个哥哥姐姐怎么讲？哥哥姐姐没有分了，我们就分，所以是弟弟。嗯，除了是哥哥，都一样。那
男女都共用。那个叔叔阿姨怎么讲？叔叔阿姨的话，母面讲叔叔阿姨。那个没有的就跳，没有或不会的就跳过哈。可是什么叔叔阿姨没有讲过，你都是讲这个是我的哥哥的，比如说我爸爸是哥哥嘛，嗯，这个是我爸爸的弟弟，嗯，叔叔嘛，我是会讲说这是我爸爸的叔阿姨。好，打嘛叔阿姨嘛就这样。OK， 好。那我来问一下那个生活身体部位的哈，眼睛怎么讲？多嘞。鼻子。摸黑。那个眼睛哈，眼泪怎么讲？眼泪就啰嗦多嘞。那个有时候我们会抠眼屎哈，眼屎怎么讲？眼屎的话是显不显？那个。眼皮你会不会讲眼皮？眼皮，眼睛闭起来那个眼皮，那个我就不会讲了。那个后面皮你哦，皮皮皮皮。那个眉毛怎么讲？眉毛没有讲眉毛，五分多了。那个刚刚讲鼻子怎么样？摸痕，鼻涕，木笋，那个挖鼻屎那个鼻屎，那个叫我看。那个我也不知道，听话啊。好，那个有时候会有那个鼻毛要怎么讲？都是乌本的，乌本摸痕，它会前面会带一个就是鼻子的什么毛，眼睛的话是眼睛什么毛的。那时候小孩子流鼻血，那个鼻血怎么讲？当然摸痕。那个打喷嚏呢 ？Hello。那有时候会吐痰哈，不是口，不是鼻涕，吐痰那个。痰怎么讲？没有分的，我们都是 hugs。那个嘴巴怎么讲？好啊。嘴唇呢？嘴唇。你说画口红有上嘴唇、下嘴唇？没有的，没有，我们都是用讲，都是嘴巴。那个舌头。很饱。牙齿。无根。蛀牙怎么讲？蛀牙也没有这个名词。那个胡子木子，耳朵，鼻啊，那个头怎么讲头？嘟噜，头发，一个嘟噜。那个眼睛看不到的瞎子盲包要怎么讲？你说什么？眼睛看不到的人哈，那个我们讲瞎子啊。对，盲包怎么讲？你几多啊？那耳朵听不到的聋哑人，聋哑的话，那个不叫没有什么名词。我听到我们就是讲的是，他听不到。就是怎么讲，一米八别人就是他的耳朵没听到，没有讲这个耳聋，没有这个名词。好，那个流汗怎么讲？流汗 ，mling。mling。然后那个什么？刚刚讲嘴巴后很甜怎么讲？嘴巴很甜。不是那个有时候吃到蜂蜜很甜，那个味觉甜怎么讲？甜是不是啊？很咸。闷闷。那个吃到苦瓜或者是蛇胆很苦，那个很苦怎么讲？苦的话，巴西。很辣的那个辣椒。辣椒。那如果吃到柠檬或者是没有成熟的水果很酸。很酸怎么样？一样，刚才我讲那话，名字巴西。巴西啊，那个很香怎么讲？很香也是。他说那个就是煮的菜很香。对，但香不浓。很臭呢？很好吃怎么样？买的我滚。很难吃。拿我滚。那个他唱歌很好听，好听怎么讲？好听是马德巴行，很难听。哪个巴行？那如果他们唱歌后，声音很高怎么讲？声音很高。哎呀，那声音很高。让他进去。我这个名字不好讲的。这个问老人家了，这个。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。五大师比比，那
哦，那个的，等一下哦，那脸上那个有些会长黑痣哦，那个痣怎么讲？痣，脸上会长黑痣，那个痣真的。那那个乡长脸上有一颗痣嘛，那个痣。青春都叫你 Kitty 的，青春都叫你 Kitty， 黑痣我是不知道什么那个阿鲁，阿鲁，阿鲁就是黑的，是为什么你脸上会有黑？嗯，阿鲁这样。好，那个像有的时候火气大，嘴巴不好闻，口臭，那个要怎么讲？口臭，那可是那那个有的有体味以后，这腋下会有那个狐臭，狐臭要怎么讲？也是一样，跟花，就是那跟黑是吧？那跟黑气，黑就是你的肉，你的身体。哦。那那个。等一下，脖子怎么讲？哇哇噜！那个喉结呢？男生那个喉结。喉结啊？嗯。喉结，脖子的喉结，这个我不知道。肩膀怎么讲？黑了。那个背呢？哇噜！背的话，背的话，背我也不知道，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讲。好，胸，男生的胸部，胸肌那个是胸部。不啦。不然哈，那胸部上面那个乳头要怎么讲？哎，乳头的，嘟噜，嘟噜咕呢，嘟噜咕呢哈。那肚子呢？不啊。那肚脐？肚脐。好，什么？给他肚脐这？不啊。那个腰怎么讲？屁股。那屁股？不呀。好，那个我问比较细哈。那前面男生的生殖器官要怎么讲？乌达斯。那乌达斯那个包皮要怎么讲？拉哈乌达斯。那拉哈。拉哈是皮。哦。拉哈乌达斯。对。那勃起要怎么讲？勃起黑油。那对都有很多名词。那个黑油啊。黑油就是站起来的。哦。那个射精要怎么讲？这个名字怎么讲？我懂啊，我懂。有啦，一定有这个字，怎么讲？因为健康教育有这个专有名词，我在问吴国华怎么讲，射精要怎么讲？射精我没有这个名词啊，只是说这个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好，那打手枪要怎么讲？没有这个名词，没有吗？没有。那个国语课本是写自卫嘛？那个要怎么讲？自卫就是。有这个字吧？要用讲名词也很长的。那你没关系，你就讲嘛。哇，这个好长，我不知道怎么讲了。好，那个好，那个什么月经要怎么讲？好了，别提了。哦，那个怀孕呢？妊娠。喂奶要怎么讲？你在说？喂奶。你说那个小朋友要哺乳喂奶。啊，母奶，母奶拉开。啊。那个什么，等一下，卫生棉。没有卫生棉呢。有，我妈妈他们以前会用那个布当卫生棉。那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那个还有问题吗？再一点就马上结束。嗯。好，那我们要说讲那个打嗝怎么讲？打嗝怎么讲？就啊，黑人。好，那个什么打哈欠。打哈欠都一样嘛，这名字都一样。哦，那如果说吃地瓜吃太多会放屁哦，那放屁哦。抽筋。抽筋。拉肚子怎么讲？拉肚子。小便怎么讲？沉默。上大号大便。抽筋。那个如果有的吃。就是那个什么，吃麻辣吃太多哈，后面喝水便秘，搭不出来那个便秘怎么？格拉空气哇，格拉硬，格拉空气。那个，等一下，手怎么讲 ？Hard。手指怎么讲？你是手啊？手指。哦 ，baga。手叫什么 ？baga。手指呢？手指叫 uga。不是他讲这个手指没有混的，我们怎么讲八个？指甲怎么讲？指甲骨瓜。那个脚，阿矮，膝盖，中午，那个什么
蹲下怎么讲？蹲下，蹲下。蹲哦，蹲蹲就是以前他们会蹲下来吃饭，没有做东西就是蹲下了。都是一样，都是弄啊，弄就是做。嗯，不管你是蹲还是站还是蹲，搬蹲都是叫做。那个跪下呢？跪下，跪下。跪膝盖。蘑菇。我是蘑菇啊。跪下。那我不会讲你。好，那我问一下，那个德鲁古话，谢谢怎么讲？好威苏巴莱。蛮，再念一次。蛮好威苏巴莱。蛮好威苏巴莱。那那个再见怎么讲？沙耶达。沙耶。摔，再念一次。摔呀大喊，摔呀大喊。嗯。五大师比比，一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比。那那个对不起怎么讲？有时候撞到人家，不好意思。인더그다。啊？인더그다，对不起啊。인더그다。嗯。那那个请进来有没有那个请字啊？야로완。啊？야로완就是。你要请里面，那个请有这个请这个字吗？你要请，他就是叫你进来就对了。哦，那讲女生很漂亮，讲美女怎么讲美女？大家给你乌啊你啊，大家给你乌啊你，大家给你乌啊是小姐，大家给你乌啊，给你是那个是日本话外来语了，大家需要蛋应该是这样子讲。哦，那讲男生很帅气要怎么讲？是马少是十加八的。马少。十加八的，是很帅的意思。哦。就是赛德克巴的那个十加八的。嗯嗯嗯。那我再问一点哈，那个。好了没有啊？我眼睛快黄光了。好，你看镜头。再还有多少问题？我要离开了呢。再两分钟，再两分钟。还有两分钟啊！我问那个成语哈，你帮我照字面翻哈。啊。那个鸡飞狗跳，鸡怎么讲？龙虎吗？飞呢 ？Ski 啊。狗呢 ？Holding。跳 ？Starting。好，那个红花绿叶，红怎么讲 ？Banana。花 ？Hanna。Hanna 是外来语。德鲁古原本的花怎么讲？不知道，我从小就知道 Hanna。好，那这个跳过。那个油嘴滑舌哈，油怎么讲？阿布拉嘴滑滑很滑，那个怎么讲？给得了啊，给得了滑，有嘴滑滑滑，再念一次，给得了舌头呢？很麻哦。那你会不会唱一点点德鲁古的歌？什么样的？都可以老好吧，清唱一点点，一段哦。好好，呀呼神闹你，呀呼神闹你。哎，你都把哈木哇，少你一哇啊！我也不知道怎么唱，忘记了，谢谢。那不然现在没有卡拉 OK 吗？你先唱一点流行歌好吗？流行歌哈。你下午唱哪些歌？一小段歌。叫做，记起悲跟往事干杯。好，姜育恒的。什么？姜育恒，姜育恒，你也唱太少了吧？不，我要看歌词，我才看得起来。像音乐，我没有办法带动我的细胞啊。好好好，那下次我再来拍你唱卡 ，OK 啊？好好，谢谢。跟母语哈。好好。那有一些流行歌，我来改成母语，你帮我拍那个翻唱哈。比方说，你像刚刚那个，我会去问老人家，你在找这个高难度呢，对吧？我会去问老人家，然后再请你看着稿子唱，就不像。刚那个跟那一首歌叫什么？跟往事干杯。跟往事干杯，还有一首天后。好，你喜欢唱天后是吧？对对对。还是要现在唱。天后，我看那个歌词啊，我没有办法啊，我那个音乐我才有那个细胞啊。好。你叫我清唱，我不会唱。好，那再介绍一下你的国语名字。杨贤明的。对对对。贤惠的贤，明天的明啊。对对对。43岁哈。对对，应该是42啦，因为。那个日期还没到嘛？好，那没有德鲁古名字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是先名，他们是叫先名。你可以去选一个 Buggy 的，他们用 Buggy 的名字。Buggy 的名字的话，就有的用阿宙的名字也可以。一般都是用取老人家的名字冠上来。你可以问一下自己找一個。爸爸是 Masa 嘛？
你可以找一个。玛莎也是日本话的未来语呢。玛莎，我爸爸妈妈叫玛莎。嗯。啊，我阿公叫我上面，我记得我的阿就是不知道阿公叫阿宝啊。嗯。好，我最后一个问题哦，你平常会用母语跟老人家在对话吗？现在的话，在家里的话用母语啊，在外面的话，台语、国语都有用啊。那现在有小孩了吗？没有。那家里面有没有那个年轻的那个小朋友？有。有没有会有没有在教他们讲母语？那个是我妹妹的孩子，有在教他们讲。因为他是跟阿美子在一起，他应该是写阿美子的话。哦，他先生是阿美子。对对。那我就下次再跟你唱歌哈，好，就先录到这边哈。那最后面介绍再介绍德鲁古的，谢谢怎么讲？马后卫失败了，那再见了，再见刷耶。好，谢谢哦，谢谢，谢谢。五大师比比一比，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。我滚的意思是嘴巴烂，是嘴巴烂，是嘴巴烂，是嘴巴烂。最可爱的还是我们原住民的孩子，天真无邪，想法经常光着脚丫子。他们总是不害羞，他们永远自我。就像五大师 B 来，反射你就不会畏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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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像五大师 B 来，反射你就不会畏。说一个镜头，一个比一个还有架势，才艺表演，一个比一个还会 beatbox。一个镜头，一个比一个还有架势，才艺表演，一个比一个还会 beatbox。嘟嘟嘟，两手你。
喊了妈妈，喊了妈妈。